我们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，我们只是遇到不懂的事情，我们去寻求一个答案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我跟我太太，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坏人，然后我们并不是真的想要去谋取大量的钱财，这真的不是我们当初做副业的本意。其实辣杯杯真的是我老婆为我做的，就是有一天我们吃完饭，我一直在念说，我最近买的麻辣烫都不太好吃，她说那我们自己来做一个好了。那本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啦。我们只是想好好做一件事情，那会变成这样子，我们也很抱歉。